唔系啊，大家都好白净啊！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需要说国语的地方。你记唔记得我几年前同你嚟咧？我写我系咩啊？做咩噶？做咩噶？你写嚟做咩噶？哎呀，谂下，你唔记得咗你嘅 vlog？ 噔，翻去 vlog 嘅时间。仲有呢一位艺术家，系来台湾打算街头卖艺的艺术家。妹妹小姐，我看到之后我专登再听翻艺术家。就我们这次的行程实在太短了，因为本来就是要有三天的时间啊，可惜就突然临时有工作，所以只能今天来，明天就要走了。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Chill 啊！啊？有啲话？春水堂，我都未饮过，好似我听过嘅，但真系珍珠奶茶。我在香港用过珍珠奶茶，在台湾没用过。是我们的酒店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，一出来就是这个。哒哒。好，去看一看这里面是什么。Cheers！ 耶耶耶！耶！第一开始我哋 lunch， 好多嘢食咯。佢又唔俾我食饅頭，我冇話唔俾你食啊！點解唔俾你食饅頭？由香港食到台灣都食。因為佢每一次有見到呢樣嘢，佢都會嗌呢樣嘢食。呢個呢啲係薑絲啦，呢個好似係啲好似麵筋咁樣嘅一嚿嘢嘅，跟住有紅棗啦、枸杞啦、蓮子。同埋好大陣啊腰果啊，好大陣當歸嘅味道，所以呢個湯咧，如果香港有咧，我成日都會想飲啊！即係唔好食，食得幾開心，好唔好味啊？韓杯影到，你唔做一試一試啊，試一試啊！但係我韓杯喎，你一張，你要話你一張 ，OK， 嗱，睇到個 conversation 好 Q 啊，好多即係有啲影啊，叫地板個影。你睇下佢平時咁影相嘅，原來係要咁樣揈噶。我都想揈一張啊，陣間我決定抄一張。啊，平時咁影啊 ，Yula 叫我影埋佢，我影埋佢啦。影個背影。啊，大家幫佢揸機。好專業啊嚇，俾個讚你。OK，Yula 係專業的，係啊。我哋今日嘅食完 lunch 之後嘅第一站就係華山嘅文創區，好多即係嗰啲文青嘅一啲細細間嘅鋪頭。行街開始，大家都係黐佢啊！你變殭屍喎！哇！你要喐㗎，你要喐㗎，你要喐㗎，你快啲啊！呢個唔係你咁樣。系啊，呢个变魔鬼，嚟一二三，开始，想你就火大，有咩意思？咪咁阿妹，拣咗咩手信？呢个系我，我不是壮，是很胖。哦哦哦哦，我咪要买啊，我咪买啲。No， 你不是胖，你是很壮。嗨，我想做一个快乐的废柴。是不是崩溃了？那你呢？过着像人的日子。我们现在是过着仙女的日子吗？你要下凡吗？我现在是一棵树，我要变成一个人的日子。你变成可能十几间嘢我见。女神光啊！但系唔得，太爆了，女神光。用相机。女神光啊！哇！要咁先可以咯，即系近啲咯，远就冇啊。你再试影一次。随意摆。我试下。摆。试下个光系点？你做紧咩，小姐？揾紧位。摄影师揾紧位，拍电影合照。佢扮四个人啊！好啊，阿妹企喺度。好，我哋依家行完呢度咧。就諗住去一間食綠茶嘅一間咖啡，叫 Matcha One。咁去完嗰度咧，就想去做按摩。按摩完咧，就係夜市，就係今日嘅 plan 啦。
像那个结老了的嘞，有没有感觉？对吗？嗰个饭好食嘅，但系佢个中间个皮好似有啲硬啊。系啊，系咯。入口即係感覺，有啲厚啊。咁啊，佢唔係，我覺得佢上面個醬出啲咯。但係中意辣茶嘅人係會好中意，因為佢都幾濃嘅。但我唔中意個，我唔中意個皮，即係我個骨骨皮。五分滿分，你俾幾多分啊？35。唔係呢個入口度感覺。我中意食綠色嘢。你上細可能係棵樹。我願意啊！我下次可以願意做棵樹。佢呢個蛋好好食。哦，蛋嗰個質感，但係個 cream 我都係覺得，如果中意綠茶嘅人就好中意。很濃嘅呢個。OK， 你試下。好。大家一齊講下。嗱，依家按摩就係因為阿 May 本身人哋個男師傅幫佢按嘅，然之後佢話唔要，即係換咗。好偉大嘅 Eva， 係好偉大 Eva。阿 May 竟然彈人哋鐘啊！好，我要開始咯。嚇 ！Eva 太偉大了。你講多次。我要開始了。很累。然後這個男生好幸福。我其實大人真係好神奇嘅。係啊，小哥好神奇。點解咩嚟㗎？係啊，好笑啊！我以為你個妝印咗喺個紙上面啊，頭先以為喺遠睇。哦，你係的。細膠的那個。是啊。所以它有嗎？有啊，再拿上上去。哦。哦，你頭先有用。剛剛我們就用這個電眼的。對，它才不會壓住那個粉層。哦。它不會那個。你感覺出來了嗎？剛才。沒有。哦，好吧。因為外面有。好啦，舒服个嘛？有冇感觉？我成个人都重复。点啊？系咪好舒服啊？打上几多钱？屈到笪屎方上边。冇钱啊！老板俾钱，老板喺呢度金主庆冇钱啊！呢间咧就系我哋头先按完嗰间啦，就叫六本木啦。咁我哋大家啱啱喺度影紧相，我哋所有人都觉得佢按得很好嘅，咁价钱又好合理啦，所以就觉得可以推介给大家，我哋都是网上面揾嘅咋，其实喺 Christine 网上面揾到话呢间嘢都几好。哦，好啦，系佢老公嘅。Thank you, William。我哋依家去屈臣氏啦，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帮阿 May 换到佢嗰个 brown 嘅 gift， 希望可以帮佢换到。換不到阿 May 嘅 gift， 但系我哋喺度試緊。係，眼影顏色好靚。都係真係靚嘅。呢個好好食嘅喎。呢度我諗我喺呢度可以食到嘅嘢就係得甜品。係啊，但係甜品冇喎。即係生果咯，生果可以食到咯。有個面線。面線你可能裏邊係有其他嘢嘅，我唔夠膽食。係啊。你依家諗住食呢個？關東煮，跟住佢哋買緊啲麵咯，好熱啊呢度，冇冷氣，淨係有呢個風扇喺度吹緊風。好咯，我食呢度啦。得啦，你粒肉丸俾司機食啦。係啊，你攞鹹魚。大家繼續努力食緊，呢個係我阿煎嘅朋友蝦仁煎，蝦仁煎。你蝦仁啊你，你就蝦仁煎啊。蝦仁煎。早安，早上好。现在应该是吃我们丰富的早餐了，然后还有两个人应该没有起床。这是很浪漫的早餐。对，就是我们在这里慢慢悠闲的喝咖啡，然后等他们下来。素食早餐有很多菜的选择，然后有煎蛋啊，还有水果。你又仲要买早餐啊？要啊！买咩？太阳饼嗰啲未买啊？咁即係新東陽，好啦 ，Fish， 我哋幫你買手信啦。